夫人累了，怎么不去床上歇会儿啊？算了吧。生前何必酒水，死后自会长眠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。我把鸳鸯戏水图给师傅看了之后，他恨不得把我当关门弟子培养。 给了我这么大一个绣布，让我绣什么万里山河图，还让我一百天之内绣完，我真的是……夫人得到孙夫人赏识，这是好事啊！好什么好呀？早知道我就不折腾了。夫人放心，为夫就算流再多血，也帮夫人把这万里山河图给绣完。算了吧，你的手都成筛子了，还绣什么绣啊？ 夫人为何一起来便一惊一乍的呀？你怎么睡在床上啊？昨夜帮夫人刺绣到深夜，怕惊扰到夫人休息，便没有打地铺，只好……规矩忘了吗？为夫这就去给夫人写个检讨。行了行了，你不是早上还有早朝吗？快去吧。那为夫告辞。 一直没动啊！哎，春桃，夫人刚醒，你去给她准备些早饭。好。子木。哦哦，一会儿我下朝之后直接去鱼府，你想个办法。 让夫人也过去。老爷，子木可不敢欺骗夫人。子木，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去上朝了。子木，夫大人。 新欢昨日吃了您和岳母大人做的饭菜之后，和子羽唠叨半天了，非说要回娘家再吃上一顿才行。<笑>这丫头都多大了，想回就回呗。哎，子羽啊，当年呢，你岳父我可是在军营里面做过伙夫的，论起厨艺来，这宫中的那些御厨都不见得比得上我呢。子羽惭愧，应向岳父大人多多学习才是。哎。 一家人客气啥呀？啊，那这样，你呢就直接跟我回府，让新欢那丫头啊自己回家便是。嗯，全听岳父大人安排。哎，走。<笑>夫人，您消消气，这大人今早还要上朝呢。若真是绣上一夜，哪里还有精神呀？那他也不能骗我呀。 亏我还心疼他手上的伤了。是呀，可是荣春桃说一句实在话，这刺绣本来就是女工呀，能像大人这般愿意为您刺绣的，是不多见的哟。夫人，夫人，刚刚府上的上房着火了，您后面要再吃饭，功夫可整不了了。上房着火了？着了，我刚点的。 爹娘，新欢来了。回个家都磨磨蹭蹭的，大伙等你多久了？嗯，那我们别等了，赶紧吃吧。
快吃，菜都凉了。来，子瑜。啊。啊！昨晚你骗我的事儿，我还没原谅你呢。昨夜为夫不小心睡着了，还请夫人见谅。小点声。那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骗我，那我就……夫人放心，为夫绝不会再哄骗夫人。看你这次手受伤了，我就原谅你了。那夫人，这次可以不要给为夫投喂那么多吗？知道了，你想吃什么呀？这个。啊。好。哦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再来一个。啊。夫人小心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看看。夫人。夫人，这个，你又骗我！不是，夫人，你误会我了。这，秦淮，刚才不是好好的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公子云，你实话实说，你到底有没有骗我？夫人，为夫。秦淮，夫人，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听我解释，夫人，夫人，为夫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看到你，夫人，为夫向你保证，保证，保证，我不想再听到你什么保证，大家都说我刁蛮任性。处处让你受气，可是哪一次不是我掉进你的陷阱里？好人全是你的，被骂的永远都是我。夫人，我讨厌你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。我帮你买唐山狗，被追了三条街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人家才卖给我。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跟你说，因为我想让我自己心安一点，因为我怕我对你动心，我怕公子云，你只是想跟我这个臭丫头玩玩而已。只恨没轮暖就把衬衣向相思愁，举起青石与双双红，眉色里眉目如酒，被风压温润眼眸，姑娘面容也清秀。心间寥寥几笔钢画，素手弹几段，余音绕梁连梢繁华，我揽借牵挂。少繁华，我揽借牵挂。心间寥寥几笔刻画，雨帘影落下，带来青丝变。